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吃一个网红的圈圈肠和肚包肉，迟到的圈圈肠，蘸上我的秘制蘸料。圈圈肠挺好吃的，再来一个肚包肉。哇，太香了，里面都是肉。不错不错。再来一个圈圈肠，哇，一点也不腥，一点也不腥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圈肠特别有嚼劲。一层一层的，特别的香。再来一个肚包肉。